像是扇带锁的门，人人都在努力探问。可若想让命里永恒，就永远把握不好钥匙的分寸。成功想要窜稳，运气失了几分，那些莫名其妙的恋爱标准，只会让自己乱了分寸。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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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分分就没有标准，别再多问，试着生存。你说穆氏集团，他除了他自己老牌的业务以外，他也进军投资了很多其他的行业，比如娱乐行业、互联网行业。那也因为苏锦的关系，让更多人了解到了穆氏集团，也更方便他打入了年轻市场。所以你妹妹越优秀，能给穆氏集团带来的利益就越大。所以对他这种煤老板来说，呈现数据才是最直观的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方哥，小苏姐昨天被狗仔队拍了。我知道，那你知道这个吗，姐？这张表情差了一点，这张角度不太好。其实他这张很美啊，那有什么虎背熊腰？这好像不是重点吧？这些都不重要，不就几张照片吗？再说了，我这是肌肉，又不是肥肉。好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打他们的脸。你要干嘛？证明咱们没有胖啊。你这就叫此地无银三百两，越证明就越有人议论。那怎么办？咱们也不能不回应啊。王姐，嗯，如果说咱们可以扭转舆论，提升苏锦的个人形象和热度，同时也提升穆修伦的形象和热度，或许就会有价值让穆修伦跟我们续约。这样当然是最好了。可是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姐，你露一手啊。三、二、一，哇，打好角度啊！这个要稍微远一点点，要拍到我的全身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这个你要怼近一点拍，只拍到我这儿就行。三、二、一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，姐？我再把光影调一下，这样没那么假，再加个滤镜，啊？姐太厉害了，你还会这个？小意思，之前呢老是帮室友们拍照。接下来，就等网友们的回复吧。哎呦，我们家小景啊，最近爱上了户外运动，嗯，皮肤晒黑了点儿，紫色和他现在的风格很搭。哎，没问题，那我就等您时间安排了啊。好嘞。听起来是好消息啊。自从你发了那组照片啊，这都是第三家主动找过来的运动品牌了。以前仅你可没有这种类似的代言。那证明我的公关很成功。评论怎么说？有支持你的，说现在审美畸形，总是以瘦为美，不太注重健康。但是也有说你没有职业道德，身为一个演员，明明长胖了还不让人说，还要故意找角度凹造型。咱们那招真的靠谱吗？放心，我的计划还没有结束呢，后面才是高潮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还能多增加几个代言？留下把手机给我。刚才那条微博呢，都是我的一些拍照小技巧。我并不是在赞扬哦，而是在批评。谁规定高跟鞋才是女性的标准？或者前凸后翘的人就高人一等呢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平衡点。当然，
为了角色，我也会努力健康减脂。你这条不能发，一发就露馅了。那刚谈的代言怎么办？你相信我，大家现在呢就喜欢这种坦坦荡，喜欢这种坦坦荡荡真实的人。我们这样反向操作，比造假更能拉来好感。啊，王姐，发完了，坦然接受吧。苏姐呀，那些娱记的笔头子可是犀利的很呢，一小点的失误都会被他们给无限放大，他们都排着队等着找你茬呢，你知道吗？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依靠太阳而生存，而太阳并不是因为他们才存在。小苏姐最近好帅呀！完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。老板，新方案，一些适合我们项目的中小公司，还有一些海外的镍矿调研。这份方案先对二叔的团队保密，等明天开会的时候具体商讨。明白。哎，苏锦又上热搜了。这女人又想做什么妖？哼，无聊。哎，太没人性了。这不行，这可以。防水的，捡回来。要我捡可以，那我要放假。谁先停血的？被我先捡到，你整年无休。哇，好拼啊！手机可以再买啊！找到了吗？我给你拿毛巾。好你个高岭啊！这儿来了，难道我话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你来干什么呀？高丽给你看了我的微博吧，关于那条容貌焦虑的微博，现在大家讨论度非常的高，还顺带夸赞了一下你的眼光好，说锦绣夫妇是 BG 之光，我看连你们公司的官微都涨了不少粉。所以呢？所以只要我的人气一直在，就可以带动公司的宣传，咱们两个在不定期的撒撒糖强强联合，对你我都有好处。我大可以用别的方法，没必要非要用这个。比如呢？那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跟你合作风险太大，即便是再高风险高回报，我也不会让风险掌握在除我之外的人手里。你想进军镍中间品市场 ？F 国。F 国的镍矿红土镍矿品质要比 E 国高很多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略知一二而已。我真是搞不懂了，一个普通的地质学爱好者知道的是不是有点多了？哼，专业的好吗？我可是为了你专门去研究的地质学，这个意见有含金量，值得穆总合作吧。跳下去我就同意合作。欺人太甚，激我，哼！不是说我跳下去就同意吗？
你到底有没有底线？我的底线就是让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提议。我现在最后跟你说一次，即便是再好的品质，如果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，对我来说也只是个废品。我也跟你说一次，我会让你看到什么叫变废为宝。我们跟天盛的合作一直推进不下去，我找人了解了一下情况，是你二叔在背后搞鬼。这件事我来搞定，继续。鉴于苏小姐的带货能力，品牌公关部建议找苏小姐当之后炸鸡品牌的代言人。可以考虑，不过要看看到时候的合作方案。以苏小姐的商务价值，您如果能继续和她合作的话，对双方都是件能够获利的好事。我呢已经决定和她结束合作，没必要再浪费时间。可是谁让你来的？再这样，我会直接结束合作。穆总，时间宝贵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你想做孽中间品，我可以帮你完善方案。不如穆总考虑一下续约的事情。苏小姐啊，苏小姐，我真的是很好奇，为什么你会突然这么反常？这是你的？锤子怎么在他那里？穆总，您这会儿方便吗？嗯，明白。你想做高镍电池上游产品，但现在正好卡在正极材料中镍容量占比的问题上。我知道在哪里可以帮你找到资料，解决难题。来图书馆找资料，又想换个花样吸引我注意啊？看我干嘛？赶紧找书。你这样不戴口罩，就不怕被认出来影响图书馆秩序？这里的人只关心学术，不关心娱乐圈那些事情。那你一个娱乐圈的人，怎么会对学术界的事这么感兴趣？还不是为了搞定您，特意咨询的大神。放心，穆总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
喝我咖啡干嘛？是吧？助理不在身边，生活都不能自理了，是吗？算了，为了许云，我忍。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应该把我的咖啡跟您的咖啡放在一起。我现在就去给你买一杯新的。不用了，知道错了就好。认识我，我学习去。人家看的是你吗？自恋。大功告成。那既然我帮了你大忙，穆总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跟我续约的事情？今天感谢苏小姐帮我这个忙，除了续约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。怎么了？停电了吧？怕黑啊？不怕。不怕你？哎，这出口在哪儿来着？小心点儿，在这边吧。你别走错了。你手机呢？在包里啊。不，你人呢？喂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这边呢。哎，你真的这边啊？我跟你说了，在那边。别踩我脚。哎，喂，走开走开。哎，你。哎，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能走。等你走出去，天都亮了。没看错吧？见过大场面的苏锦脸红了。我是被你气的。不是，你说我帮了你那么大的忙，凭什么不跟我续约啊？你为什么非要续这个约呢？为了钱？按理说以你现在的咖位真的犯不上。我就是为了要强大自己，守护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的梦想。每个人呢，确实有自己要守护的东西，但与此同时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很理解你，但不会因此跟你续约。你还是算了。吴秀伦，我的人生字典里就没有“算了吧”几个字。想让我放弃续约，穆修伦，劝你趁早放弃这个想法。苏姐，你觉得今天这个妆怎么样？完美。哎呀，出大事了！是什么事？苏锦黑脸回家，许久不与穆修伦同框，两人疑似情变。哦，知道了。你不是要续约吗？这脏水都泼到咱家门口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呀？急什么？这都是我安排好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待会儿你就知道。出发。去哪儿啊？上战场。就麻烦你赶紧给我物色一个新的合作对象。你先想好怎么应付咱妈，她安排相亲对象的速度可比我物色合作对象的速度快多了。哟，小穆总，高总，高夫人，哎，你好。其实我早就想去天盛拜访二位，没想到在这遇到了。早就听说穆总女朋友是大明星，这次怎么没有意思？小满，二叔，二叔，你个臭丫头。不是说不喜欢这种场合吗？二叔请都请不到，可你哥来了。
啊，叔，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陪我哥出来玩玩吗？我先去找朋友，你们聊。去吧。秋伦，小苏怎么没来啊？分手了？穆总和苏小姐最近经常上新闻，真是让人羡慕。你们二位啊，有所不知，我们家修罗啊，那可是娱乐新闻的常客。这不，吵个架分个手都得上热搜。年轻人的感情生活，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就不要干涉太多了。二叔他还是关心我们，倒是二位的感情在圈内已经传为佳话，我们作为晚辈的还是要向你们多学习。我们家修罗呢也算是长情，让我猜一下，你下一任女朋友还得是个女明星。二叔又拿我开玩笑。好了，行，不开玩笑，说认真的。嗯，新闻说的是真的吗？分了。二叔，八卦新闻你真信啊？小景她只不过是有别的通告，暂时来不了。再说了，像这种行业聚会，她也不感兴趣啊。说句心里话，分了就分了，早就劝过你别找女明星当女朋友，你就不信，天天搞一些花边新闻，不干正事，让这些公司老人怎么放心把公司交给你？做事先做人，人踏实了，别人才愿意跟你合作。你说呢，高总？话也不能这样说，咱们都是老做派了，年轻人嘛，有年轻人的想法。高总，穆总，要不要叫苏小姐过来？穆修伦，你不是要秀恩爱形象吗？项目合作关键时刻，新闻曝光疑似分手，压力很大吧？没关系，我来帮你收场。我看准的猎物，可从来不会丢。适配一下，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穆先生，你看起来很紧张啊。放轻松，我只是过来跟穆先生说几句话，不会添什么乱子。我记得我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个我不去了。总算是有个大魔王来治他。苏锦听懂策略，先礼后兵，商业价值谈不成，就用舆论来逼你哥就范。穆总，忘记跟你说了，我记性确实很差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约我许定了。穆先生开心一点，不然别人会误会我们感情不和，不好收场。怎么想用这种公开秀恩爱的方式逼我续约啊？我知道穆总这次来是为了跟天盛的高总拉近关系，我是特意来帮忙的，但如果你觉得不需要，我也可以先走。你要是走，该承担什么后果你应该很清楚。苏姐这招走得妙啊。穆总要维持好男人的形象，不可能下个月就宣布两个人分手，不然到时候啊，媒体一边倒的就说他始乱终弃。哎呀，真了不起啊，不愧是大明星，走到哪儿都是焦点。刚才我的行为确实不合时宜，在这里呢跟各位前辈先道歉。主要是昨天跟修伦吵架了，但是我们又规定好吵架不能隔夜，所以刚刚确实是我冲动了点。年轻人嘛，可以理解。当然。介绍一下，这二位呢是天盛的高总和高夫人，这位是我的未婚妻苏锦。是新能源的天盛吗？幸会幸会，幸会幸会。
苏小姐还知道我们公司呢。哎呦，那还不是秀伦，她天天给我念叨，说什么高镍电池。那既然高镍电池这么厉害，我说干脆做全镍电池好了呀。小苏，娱乐圈的事儿你在行，商业上的事儿就别把它弄复了。苏小姐说的没错呀，这全镍电池啊，确实是咱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。没想到苏小姐人长得漂亮，还很有趣呢。以后呀，还得多多向你们学习，是吧，修伦？当然。本来呢，我和小穆总还有一个研究项目，我有些犹豫。但是今天啊，看到苏小姐这位贤内助之后，就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了。高总真的是太爱了，今天啊确实是仓促，改天我一定亲自登门拜访。那要记得带上苏小姐一起来啊，我还想跟她多聊聊呢。一定的，我跟修伦一定会去的。好，欢迎欢迎。哎，干嘛去？喂。啊，我在门口呢。好，等你。要走了。苏警来了，我任务完成，准备撤退。对了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个类型的男生一般会喜欢什么样的礼物啊？男朋友啊？嗯，算是吧。你哥今晚刚好在，要不让他见一面吧？千万别，我哥那张臭脸会把人吓跑的。嗯，高岭哥哥，求求你了，帮我保密好不好？行吧。但我只能暂时帮你保密啊。去吧。哎，哦，好，我往外走了。在继续之前呢，我想先把这次合作理清楚。你数次违反合作，一，不配合求婚；二，未经甲方允许的情况下，乙方私自公开求婚。又来了。三，乙方在未经任何预约的情况下私自来见甲方。四，这些我都认。合作维护的是双方共同的权利，规定双方各自应该要承担的义务，所以现在为了维护我方的权利，才增加了以下几项条款。你是不是应该先摆清楚自己的位置？我的要求并不多。一，每个月有拒绝约会两次的额度；二，遇到危机有自主公关的权利；三，我要求分成，因为合作而带来的收益，我有权分得一部分。我想你需要明白一件事：跟我续约，你是利大于弊；如果把我惹毛了，其中弊端我承受得起，苏小姐未必承受得起。穆总，你是想反悔吗？你知不知道你最大的弊端是什么？就是具有可替代性。那你知不知道我最大的优势是什么？就是咱们已经有过合作经验，而且我配合度极高。为了表达我的诚意，我还愿意做出妥协。穆总觉得怎么样？有意思啊，我喜欢和聪明人合作。那我就让法务再完善一下条款，盖完章之后寄给你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附加条件。苏姐，你可太神了，穆总那么恐怖难搞的人你都能拿下。不过附加条件是什么，穆总还叮嘱说一定要严格执行。规定我不能对他动心，一旦喜欢并采取行动，包括不限于表白、追求、是同性的醋等，是违反约定，并且要对后果负责。哈，这穆修伦是脑子抽筋了吧？防止我对他动心，哎，我能喜欢上他这个自恋狂？开玩笑。是是是，那我们苏姐可是要搞事业的，那感情有什么好搞的？我可是独立女性。嗯，这位独立女性，接下来我们有个工作，可是要好好搞一搞哦。
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大学校园，女主角呢也就是你本人啊，是一个特别边缘特别透明的人，在学校里那是备受歧视，还被学校的大姐大霸凌，就连她喜欢的男生呢都不正眼看她一眼，典型的一个呢哎 loser 人设。但是后来有一天呢，你意外得到了一本神秘笔记，你发现只要把这些同学的名字都写在笔记上，都会死，都会疯狂的爱上。哇，原来是恋爱笔记，剧本也太没意思。现在是让你来评判剧本好坏的时候吗？啊，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听了这么多，苏姐，你有没有找到一点感觉？没有，这个人物跟我一点都不沾边，演不了。苏姐，你说你堂堂一学霸啊，那怎么一点探索攀登的精神都没有呢？那试都不试一下就放弃，简直是弱爆了。激将法对我没用。哎呦，苏姐，其实演戏一点都不难，况且你看这片子已经拍完了，咱就是补几个镜头，我相信以苏姐你的智商你的能力那就是小菜一碟。拍马屁也没用。哎呦，我的苏姐啊，这可是你妹妹的第一部大荧幕作品啊，那对一个演员来说意义重大呀。她为了接这部戏，那是一次又一次的去见导演，好不容易得到这个机会，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她是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。你看看啊，净捧着剧本研究着角色，那叫一个敬业，真是闻者伤心，听者流泪。苏姐，你忍心看你妹妹之前付出的辛苦都白费吗？演不了。没想到能在这里又见到你，我坚定地走出每一步，都是为了能离你更……哎呦！我都说了我不行，你非说我行。别着急嘛，这是咱们补拍当中最难的一场戏了啊！我再想想办法，咱们再试试，试试啊。方哥，嗯，小苏姐为什么好像不会演戏了？那个，前段时间小苏姐不是去度假了吗？这个状态啊，还是没调整好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对，我就是状态不太好。行了，咱们快说正事儿吧。刚刚尝试了布莱希特表现派的表演方式，达不到效果。看来只能走体验派的路子了。体验派是戏剧表演艺术中最重要的学派之一，这一体系的精华在于体现出人的天性，要求演员不是好像存在于舞台上，而是真正存在于舞台上，不是在表演，而是在生活。演员应当永远是舞台上活生生的人，要遵守生活的逻辑。说人话。简单说来呢，就是真听真看真感受。就拿你补拍这场戏来说，女主见到了自己爱慕已久的对象，心动不已，表白。你最需要体验的就是这种心动的感觉。去哪儿体验？你都没谈过恋爱吧？我是说出道前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哎，看来得找个人呢，跟你模拟一下恋爱。这时间这么紧，上哪儿去给你找这个人呢？我？哦，也是要算了。阿山呢？那还不如我呢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嗯，穆总。我们去找穆总帮忙吧。别了，他那个人冷漠又自恋，也不可能会帮我们的嘛。方姐，你就随便给我找个人就行了。那可不行，那外边网友又该传些乱七八糟的了。看来只有一条路了。穆总好像真的不太愿意帮忙哎。说了不要来求他了。类似的活动呢？在协议里也没有出现，所以我们真的无能为力。协议是协议，咱们都合作多长时间了，通融通融。我想穆总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。苏小姐，你看看他们，苏姐都来了。方姐，不用求他。哎呀，
这是你吸引我的新手段吗？吸引你？呵呵。哎，苏姐，别冲动啊！你别冲动啊！芳姐，咱们走，让他来聊。穆总，这是你吸引我注意力的新手段吗？可惜我不吃你这套。方姐，哥，你快回家，妈出事了。哥，妈到底怎么了？那么清晰是？其实这个问题，他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之前做手术不是挺成功的？上路，上路，上路！推他，推他，推他！我的红娘，别抢我！你怎么了？你还是……哎呦，他爸，他爸，我对不住你呀！你带我走吧，他爸，我对不住你呀！这孙子这事儿，我对不住。护士。我这头晕，我这血压又上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医生，医生，救我！医生，哎呀，我就是想着抱孙子，忧思成疾呀！哎呦，妈，这是谁呀？这是高高帅帅的，就是不懂事儿啊！妈，对不起啊，我这几天工作太忙，应该早点回来看您的。您到底哪不舒服？哪儿不舒服？医生说了，你准备准备。妈，别这么说，气死我了这！哎呀，哎呦，为什么我就没这儿孙福呢？你说，小霞，你先跟阿山去把车停了啊。昨晚交代你那些事儿，确定都记清楚了啊？除了导演以外，所有的人统称老师。如果遇到了不会回答的问题，闭嘴，微笑等你过来处理。你都跟我说了800遍了，导演的脸我都能画下。哎呀，我们家苏姐不愧是学霸，一点就通。光通这些有什么用？哎，我就应该好好去求穆总，他要不答应啊，我就赖在他们家门口五体投地的求他。行了，别焦虑了，你之前不也找老师给我强训过了？而且咱们也观摩了那么多古今中外的佳片，我现在已经比之前强太多了，放心吧。穆修伦，别以为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。修伦啊，我知道你今天的来意。你们现在正在部署欧亚电池新战略，你们公司的穆明光穆总也为这事来找过我。我知道，他还给了您非常丰厚的待遇，但您拒绝了。我也很清楚，像您搞学术研究的，在乎的不是钱，而是技术上的突破。所以我今天特意带了一份非常详细的部署方案，说不定你看完之后不改变想法呢。你这个计划非常好，还是你了解我这个老头子的痒痒肉在哪里呢？可是抱歉，这次我真的不能接受你的邀请。是我们这个方案还有什么缺陷吗？是私事，跟这个方案没有关系。冒昧的问一下，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吗？谁也帮不上忙。哟，12点了，我得回家一趟，你跟我一起走。好。那个时候啊，你没少来蹭课，思路跟着上，作业完成的也不错。我呢，查遍了整个学校学生的花名册，就是没看见你的名字，后来才知道，你不但不是这个学院的学生，甚至连这个学校的学生你都不是啊！院长好。嗯。哎哎哎，你跑什么呀？苏锦来我们学校拍戏了，我们就随便看两眼。就是那个在《巴拉小仙女》里头演那个教师的苏锦。院长，
你也认识啊？院长，我们赶时间。你看过他后来演的？再见。哎，行，院长，那我们先走了啊，您先忙啊。哦哦。没想到啊，我小孙女安安啊，特别喜欢苏瑾在那个《巴拉小仙女》里头演的那个教师。张云，您可能不知道，苏瑾是我女朋友。真的假的？一镜116次。预备，开始。好，不行，再来。无脑戏，你把头都挑上了。一镜117次。咔咔咔！不是小锦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越演越不对了？你自己看看，这都多少条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导演，苏老师昨天身体不舒服，所以今天状态有点不好。100多条，有这样的吗？推了一早上腿，腰都直不起来了。今天这活什么时候能接？黑板老师辛苦啦！啊，对不起，对，辛苦啦！还没拍完。亚丹来了。导演，我们苏老师真棒，100多条。我拍戏这么多年，还第一次见到拍100多条的。导演，今天还拍我吗？你也知道我是从别的组请假过来，我可没有时间陪我们苏老师在这里耗。放饭吧，吃完饭先补徐老师的戏。完了，早走。哎，慢慢慢慢啊！吃饭，吃饭了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各位老师，今天我们苏老师请现场饮料。我原来以为干演员光鲜又轻松，现在看看也挺不容易的啊。